我们来看今天的已结束的拳王争霸。今天我有录到八强，但是第一场就输了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阿修打白卢，我的阿修是200000的战力，然后他的白卢是170000，虽然战力差了30000多了，有点悬殊，但是我们还是看一下吧。白卢的小技会减缓你的回怒速度，虽然白卢是超级归魂，但是我们昨阿修有唯一好处就是他的绿炎不会造成任何的回怒效果。还有阿修的，他阿修属于蛇虎魂有优势，人家打又会回怒，他自己打也会回怒，加上红二的品质，目前台服战力有战魂能力会有增加。只是阿修幅度我是不知道，因为像百草烧死两只就可以再开大，火舞也是烧死两只也可以再开大，这都是他们的红二的效果。好，这一次的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咯。